Leo 聊世界，天天都不行。大家好，我是 Leo。今天来看黑森林团战4-4。那这场比赛呢是比较顶尖的那一种。这场可以看到选手呢有 Viper 跟 Hera 两位的世界冠军哦，都在这场比赛里。而且道特也在哦，哇，我们这个频道常常出现的顶尖职业选手都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来介绍一下文明啊，然后看一下达鲁皮图。达鲁皮图人在团战的表现哦，主要是打这个大象工兵，还有火炮，还有工程战象为主的一个文明哦。剑兵勇士比较少见一点哦，除非对方有什么条盾啊，或者是这个斯拉夫的贵族铁骑之类的，才有可能去打乌兹钢哦，去做一个反击哦。大多数的团战情况，达鲁皮图人会在打这个象弓跟火炮为主。好，这边来看到开局，大家是先拉几只村民开始互打。那这边居然没有先上织布吗？红色这里有点在搞哦，拉村民要去前面盖木墙，但没有点织布，这个是在搓吧？完了，红色这时候织布才好，但村民只剩一滴，直接被敲烂。Hera 直接用村民打爆了红色的两只村民，还有一只肉马。虽然 Hera 的自己的肉马也损失掉了，但这边 Hera 可以长驱直入，然后一直往前，然后这边靠着队友的肉马继续往前推进。那可以盖这个位置哦。对。那为什么黑森林一定要开局去外加去围加？最主要是要取得一个很好的位置哦。只要位置拿到好的话，你的进攻成本跟防守成本就会大幅下降。那这个我们之前有解释过。围墙的部分啊，还是要赶快早期把这个墙给敲下去才行。哎，这个木墙没有敲完的关系，直接被敲掉。好，这边村民有点危险，这边赶快盖个木墙围一下。对，这边赶快盖木墙围。好，赶快秀操作，好，赶快秀起来。好，怎么办？这个木墙嫌少，但这一边已经确定被 Hera 给围起来了，目前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哇， Hera 只用两村换取了巨大的战机，红色的村民只剩下九村了。那为什么前期不能拉太多村民呢？是因为你会有断村的可能性。好，那再看一下左边哦，左边道特这个更狠，直接围在人家的脸上啊。黄色的 Viper 呢是有点不为所动的。那为什么他们会打一个比较被动原因？是因为老鹰哦在黑暗时代有这个4点伤害，但肉马只有3点啊。这些黑暗时代的老鹰哦，老家是一个地霸。你要怎么打都打不赢的那种啊！但是唯一的缺点呢，是他跑不快，所以肉马是能跑赢老鹰的啊。啊，这个有点流氓，伤害有够高。是。好，那莱普现在被对手围成这样子，自己的石头跟黄金都被围在这里。这边可能要看一下莱普有什么想法啊。但还好，还有两块附近在后面。这一块金哦跟石头一定要拿回来，对，我们大家会有点好奇哦，这里会怎么拿。好，这边又罗马去拉了一只野猪给 Hera 补一下身体，头野猪是，好，这里吃了两头野猪咯，这里吃掉可以吃干抹净。好，下方还有两只村民还在打这个房子，是。好，那个黑森林外加一开始就是这么的 happy， 我也不是 happy 了，就是这么的忙。那内加部分，右边这里很妖，开始围一下会比较好，不然这边还有可能会被长军士啊，或者是被开大招之类的可能啊。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围，就得看人了啊。有一些外加会去帮忙围，但是 Viper 呢这边是属于一个完全不围加的策略。好， Viper 直接拉了5只村民走了出去哦，6只村民。道特这边想要来围，但来不及。怎么办呢？道特这时候村民数是没有太落后的啊，没有太落后的。还有21只村民哦。Viper 呢这边是有开始捕鱼了。
在黑森林这张地图里哦，有池塘的话，一定要积极利用这个池塘。虽然这个鱼池里面的肉很少，但吃完肉之后也有这个大概800肉左右吧。啊，那这个肉吃完之后还要去撒渔网，增加自己的经济哦。毕竟你的渔船呢是不需要用城镇中心哦就可以产生的经济单位哦。这样子可以让你的经济变得更好哈。好，刀头这边是拉了七只村民过来，想要来斗殴一下。哇，拉了更多，拉了更多。但这边道德按上去是件好事吗？好，这边想要围起来这只女村民，这女村民直接被躲到这个角落，跟男村民直接内战，单挑对决。但道德直接输出这个木墙，但女村民还是被斗殴死去了。哦，这里有只老鹰，剩一滴血，肉麻，赶快上去补一个伤害。肉麻，点下残血的老鹰。罗马，有机会吗？哇，这里很关键。Viper 还在往前推。这时候 Viper 是封建时代罗马，伤害跟鬼一样，五点伤害。啊 ，Viper 这边一个超高速上风，然后还有捕鱼。好，那这边 Viper 就只要一直采这个木材，就去把这个资源吃干抹净，也不会有断村的问题。好，那边再收掉残血的村民，白普把残血的村民往后拉。好，后面有更多的村民在这边打来打去。啊，这个罗马直接被扁死，换成白普没有办法去搞事了。好，这边变成村民大乱斗。好，双方还在边来边去。哇好，这个打得有点凶啊。好，那 Viper 的渔船呢已经来到了。糟了，那这边按一个自爆船哦。要是可以再继续吸引道德过来来这个岸边自爆船炸一波，就会很赚。好，这边看一下道德会不会中计。到时这里自爆船过来，没有看到吗？哇，蹦极嘞，直接炸死了五只村民！哇，看到，很赚，到时的村民数只剩下14只了。好，白白上面村民还在走来走去，这个炸下去真的是炸到头破血了。那白白在这边可以按一艘战船，稍微去挡下这边岸边的骚扰。但现在经济不太够，就是有点钻木头的感觉。木头120，等一下资源没有黄金，只能捕渔船。好，这个箭塔盖起来，赶快收村。好，在这边村民的血量有点多，哎呀，残血的被射掉了一只。Viper 这里村民能走血的吗？好，这是残血的，没事，走掉。这个鬼步，村民直接回头硬打，残血拉走，直接硬扛，哇，还是被收掉了。好，这边全套一直打。好，看一下右边啊。哦，右边这边也是继续打塔攻哦。Hera 这边是条顿人的关系哦，条顿有这个双倍装载量，箭塔可以装纳10人啊，不是5人哦，所以他的箭矢的数量也基本上是到了双倍，所以这边双倍箭塔塔攻啊，非常难产。那这边是没有连环塔了，哦，这边一个偷偷盖过去，但是失败了。红色想要偷绕到 Hera 家里，但是被 Hera 打个正着。好，如果再开一点的话，就有机会了。好，显然塔攻慢慢深插了进来，但这里是没有连环塔的。对，这个箭塔如果直接守势的话，还是有机会可以拿得掉的。好，看就不要赶快围一个大的，拉一条线防守线过来。那这个市集有可能会被拆掉。好，
这里稍微盖一下石墙，然后直接收起这个市集。好，那大陆 P 图并没有要跟右边草盾打。好，继续来看 Viper 这边。Viper 这边是跟 Dot 继续稍微周旋一下。好，这边再稍微推出去。好，这里再围好。但这边的东西呢，都是 Dot 的木墙。Dot 随时可以把墙低掉，让那家出骑士哦，继续砍 Viper 一波村民的话。所以看 Viper 还要不要再拉自己的墙出来。不然这个墙很危险，随时都会被 Dot 给低掉，让那家来冲锋自己。好，那 Viper 的那家呢是朝鲜人，朝鲜人这边已经开下了城镇中心。好，右边箭塔继续深插了过来，连环塔，这个是连环塔。好，那家的青色 Shed 条盾啊，不是条盾人，波兰人开始用这个投石车反击条盾的箭塔塔攻了。好，这边还有补一些僧侣，好，帮忙看一下前线的问题。好，左边这个箭塔继续深插了过来。好，回来。好，拉走。好，还是按日烧战船，但战船遇到箭塔就不行了。这些渔船呢，千万不能被控住这个池塘。那现在这个池塘也是有人在补，啊，所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火车，好，国王帝人这边居然转了一些肉马过来。国王帝人不是到后面的那张，这个肉马过来解压力很大。Hera Delete， 他叫他把这个房子低掉，他要冲进去直接点里面的僧侣跟什么？结果红色快要围起来了。Hera 好像没有 delete 的意思，可能不知道他说 delete 是在讲哪一边。有时候没有拼灯的话，就不知道 delete 什么东西。好，罗马过来砍掉了一只僧侣，后面这个投石车一个一头，哇靠，这边怎么全换光了 ？Hera 的那家用投石车砸掉了 Shed 所有的工程器跟僧侣。好，血的已经全面爆炸。好，再看一下 Viper 这边哦， Viper 这边是目前还有夹住的迹象，但这个箭塔依旧麻烦，而且被慢慢深插进来。好，那后面点了一个四级。好，现在用马战车去控制道特家里的经济状况，这样道特家里是一片荒芜。马战车也出来了，国文帝这边是转出了大量修道院，僧侣开始反制马战车。好，右边看起来是结束了，红色，红色也上升到城堡时代了，稍微可以夹住。好，黑老这边左边盖了一个石墙，待会要来进攻用的。他在后面开始搞事了。好，这个箭塔直接过来，想要手撕 Viper 的箭塔。刀头这边村民直接被敲掉了一只村民，第二只也倒地，第三只村民能够拿得下来吗？这个箭塔应该可以收掉，搞定。Viper 这边又再次击杀了刀头大量村民，刀头这边村民数呢只剩下九村，完全就是个活死人。虽然有呼吸，但不多。OK， 莱克这边是去挪上去了哈。好，那来到村民40村，对上道德9村。那马战车已经开到了布温蒂的家里，布温蒂现在是有多少村民呢？来看一下，橘色现在是64村。哎呦，好像是全场最高村民数哎，哇，农得最开心的那种。好，现在外面在各种打斗当中，红色的村民想往后绕，但是黑乱已经堵去了这个入口。完了，这里暂时没有办法逃，只能跟骑士正面硬战。但骑士的铠甲实在太痛，村民怎么打骑士都是一滴血。好，火
车过来，哎呦，直接把骑士给砸死了。回车直接打了一个十一，笑死。好，那目前黑拉的村民还有非常多，46村。莱彭这时候终于点下了城堡时代升级，红色能够逃掉吗？想往左边逃，但左边也早就已经盖好了，城门已锁定。红色怎么办？后面有骑士在追，还有投石车，好砸掉这只骑士。砸啊！赶快跑，投石车赶快跑啊！我投石车砸个一发，预判一下，剩下两只村民了，还好没有复投，再投个一发，哦，红色村民只剩下一只，啊，上面还遇到爆，太可怜了，还被爆咬死了一只村民，红色的村民也剩只剩下6只了。OK， 道特跟红色呢，两边都是直接消失在这场比赛里了。那待会可能就变成3 v 3的对决了哈。好，那朝鲜可能要去右边帮忙一下，血的一个人可能有点麻烦。目前这个城门呢，暂时没有办法打出去，城门好像有点慢解。好，这边转了非常多肉嘛，道特村民数剩下少量的9只。甚至村民安不起来，朝鲜直接在旁边起了大量箭塔，封锁道德的经济。最后的村民在这兒，应该还有在后面吧。好，马战车，这里有招降过来的马战车，来看一下血的家里的状况。好，这边骑士血量剩下半条。后方的僧侣稍微保护住。好，目前四阿夫人是三 PC 继续农。好，不过第一要来救道特了，但道特的城镇中心已经被朝鲜的防御箭塔给射光了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团战跟单跳，完全是不一样的游戏啊。这个游戏画面在单挑是很难看到的，那在团战是蛮常见的啊，就是互相搞来搞去。好，那这边史拉夫补了一些军营，那黑化直接在血的脸上盖 TC， 好像有点，好像有点夸张了啊，原地开种。农田便宜就是任性啊，被拆了也无所谓，就拆吧啊。好，伯格地人这里是补下新的工程器制造所。好，后面的枪兵越来越多。好，这里城堡补了一个。好，我弟这边是开始补了马凯，帝王四大爷 up 上去咯，这里全部都变成升级大型箭塔，韩国要产出投石车了。好，那白婆也把自己的石矿也抢了回来。好，那血的要怎么一个打两个呢？斯拉夫人现在也是准备要开始大爆兵咯，阿奎的攻击会相当激烈，血的应该要靠战锤兵哦，当做主力会比较好。连斯拉夫人跟挑战人都是偏硬的文明啊，那如果斯拉夫人直接回转剑勇的话，战锤兵可能又扛不太赢啊。对，待会血的还是要转一些强武配战锤，可能
会好一点。好，这边用巨型投石架起来，但是后面的马上轻装兵已经跑到了后方，开始要来拆除巨型投石。好，但这边有非常多的大型箭塔，但大型箭塔伤害好像有点低。好，8+7耶，其实已经满了耶。好，这个机体8+7不能再多。好，可能是单纯箭矢出量少嘛，看起来伤害没那么痛。好，其实伤害还是够，补足了非常多的伤害。还是潮水没有点弹道学，好，他是没点，是吗？啊、哦，有点，看错了，看成橘色，啊，橘色是没点，潮水有点弹道学 ，OK， 目前补点右边是补了两根城堡，这边僧侣去站岗。缺德开始用巨型投石机反制回去，这边直接第一城门出去啊！好，开始要盖城堡、哦，往外冲。缺德这边能够成功1-2吗？好，这边巨型投石机在护头。好，朝鲜的火炮过来，来拆除巨头，这是没问题。Viper 后面已经转出了复合弓箭手。好，这边一个大乱斗，枪兵对上肉马，战锤兵扛这些枪兵的伤害非常的优秀。好，右边点掉了一台巨型投石机。好，火炮配重枪，就往前戳。这里三台火炮一直被输出，完蛋，只剩下一台。哎呀，全部被收掉了。但是大石箭塔还是给了这些重装骑士非常多的伤害，有去无回的重装骑士。好，大伯弟这边的防守，这边进攻相当猛烈。朝鲜的阵地防守非常的优秀，这就是朝鲜为什么在团战中很常出现的原因哦，真的强啊，真的强。好，右边血的一个人开始往回推，难道可以推得回去吗？那会要面对的是斯拉夫人跟条顿的双重猛攻哦，所以其中一位还是世界冠军等级的。好，当然血的并没有放过这边进攻时机，赶快拆除斯拉夫的两栋城堡。好，上方的骑士数量开始堆叠起来，来到了16只。这边 Viper 转出来的东西是枪兵，帮忙朝鲜这边守阵地战。箭台慢慢步步推进了。好，红色已经被划线的情况下 ，Viper 他们有机会翻盘成功吗？好 ，Hera 这边已经点出了重装骑士了，待会游侠也要 up 上去。好，这边打的东西是精锐奥普奇战锤兵配肉马，有想法啊，但感觉肉类会很快就耗竭了，那个肉应该要再更多一点。完了，这一波上去，巨型投石机会被收掉，战锤兵努力正面硬扛。贵族铁骑被战锤兵直接破防，破到完全没有反应，直接被蒸发掉。但是左边的重装骑士数量实在太多，战锤兵数量开始变少，正面可能要开始把墙围起来。斯拉夫配上条顿骑士，好强，正面吃光。好，缺了一个打两个的关系，这边要赶快进攻了。Viper 现在还在往前，朝鲜这里可能要派一些兵力来支援右边哦，不然这里可能会熊干爆炸。好，现在伯蒂的速成游侠160滴血的游侠要面对亚美尼亚的骑兵了。啊，这个骑兵看到游侠被收掉了几只，好，回头开打一下，啊，又撤退。好，右边这里稍微防住了。
好，赶快盖更多堡去争取更多时间。战锤兵要继续按，这一战锤兵要按越多。好，开始破甲，防御变成零点。好，牛场这边直接硬骑。骑好骑满，哇！火帝这边转出了火枪，骑兵暂时难推进。现在朝鲜在右边帮忙盖了一些大型箭塔，守住了上方的一个领地。但上方条顿人 Hera 已经开始用托斯特开始开辟新路了。下方的斯拉夫贵族铁骑已经冲了进来，后方的火炮有点危险，怎么让对方进来了呢？这里有点怪怪的。哇！结果火炮还被收掉了一台还两台的样子。好，后面有条直接冲进来，这条赶快围，然后围大的，这里有个洞，这里还有个洞，哦哟，十强罗布。好，战锤兵过来，想要绞掉 Hera 的所有的游侠，这波战锤兵能够顺利反击游侠回去吗？战锤兵打游侠跟骆驼的效果其实还蛮不错的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战锤兵是否能够拿下挑战的游侠，好像可以。波兰战锤兵破甲有点猛。OK， 这一波游侠全部吃干抹净，绿色的夹击夹好夹满。现在血的这边只要尽可能拖时间哦，出更多的战锤兵哦，尽可能夹住这个区域就行。那条顿呢这边是要转出火炮火枪哦，还有这个僧侣哦，去招降一下火炮，然后去用火枪解决奥普奇战锤兵可能会更优秀一点。好，白盆已经深入到了后方，普文帝人已经开始节节退败。后方的火枪开始被复合弓箭手射穿，有点痛啊！但对方的火枪数量还是很多，暂时还能夹得住。每一支火枪都拥有超过20点伤害，有点异伤。好，复合弓箭手要被射退了。原射程来说，两边都是7点啊，都是4加3 7点，对，7点伤害。这边怎么直接走到了大型箭塔射程里啊？这边稍微抖动一下，抹掉一下箭矢的伤害。好，后方这里也是被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。现在 Hera 想要极力进攻，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地点，大型箭塔到处伸插了过来。好，那朝鲜这边阵地战思路很清楚，右边只要夹住，用大型箭塔夹住。左边这里赶快继续猛攻深推，加上 Viper 的复合弓箭手也可以射穿游侠。复合弓箭手打游侠是很痛的哦，因为他可以无视敌方的弓箭铠甲，哇，直接射穿。哇，游侠数量掉很快啊。好，战锤兵结果这边是直接先行出门，让 Hera 后方的巨型投石机只能选择撤退。哇，这边直接冲了过去。好，这边血的打得非常漂亮。好，左边这里火炮砸一下，哎呀，打到火枪，后面游侠冲到了火炮的左边的位置。这边骑兵赶快去截一下，收一台巨头应该没问题。巨头果然被收掉，后方的复合弓箭手再一发收掉游侠，后方四台火炮也活了下来。这边阵地战一直在吃朝鲜的大型箭塔还有火炮的伤害，这里火枪可能要夹不住了。好，左边又有更多的战锤兵继续往外推了出去，有机可乘。Hera 的游侠在右边开始集结了过来，发现下方还是要赶快拿下血的，血的不拿下的话，他们是很难继续进攻到朝鲜家的。但这边又有朝鲜的帮忙，大型箭塔可以撑很久。好，这里用火炮解掉了大量的战矛兵跟火枪兵哦。哇，这个火炮输出效果实在太好了。游侠冲过来被骑兵跟复合弓箭手直接射穿铠甲，这也是我很喜欢复合弓箭手的一个原因哦。看起来真的是不会再增强了、打骑兵累的有点痛。好，一把一支，因为你要想用这个数量的复合弓箭手转成强弩的话，是没有办法秒杀游侠之类的单位，但是复合弓箭手是可以做到。所以打这个单位呢，最后还是要靠这个投石车啊，或者是火炮去解决会更好，因为它的缺点就是血少，一个钟头砸下去哦，是可以秒杀这些复合弓箭手。
那魔镜人这里没有转中筒，可能是顾虑到了朝鲜这里有非常多的火炮，即使转中筒也不太容易轻易解决这些复合弓箭手，甚至可能会被压制住。好，血的这边转出更多战锤兵，哎呦，但是这边好像被溜进来，尴尬了，这个游侠被溜进来有点亏。好，这里要深追，还是把这里再围死。好，哇，游侠直接在城堡的输出伤害里进行反击，有点小伤哦。这个游侠没做到什么事情的感觉。Viper 跟朝鲜还在继续往前推，复合弓箭手压制的力非常强大，这边还直接转出了白血剑勇，100滴血的剑兵勇士坦度十足。好，这边要直接控在贸易车队，只要能受到贸易队，游戏就结束咯。那团战的重点哦，就是谁先攻到敌方的贸易队，贸易车队基本上就十拿九稳，他可能会有再反击回来的可能性。这个游戏资源并不是无限的，你要靠贸易车队去跑出黄金来，有黄金才有可能继续打。好，那大型箭塔要慢慢拆过来吗？还是要第四级？哦，猛讲完就第二。打这不第四级，贸易车队会死太快。如果还想要继续夹住的话，四级要赶快低调，然后开始往沙夫那边盖一个新的四级。好，火蓝人这边用大量战锤兵直接推出去，甚至连强弩都不出，单纯的战锤伤害非常的优秀。哇，血的这边夹住的能力非常的好啊！沙夫这边居然没有转剑兵勇士跟王家侍从，这个就怪怪的了，怪怪的。那战锤兵坚持用贵族铁骑，他是不是忘记战锤兵有扩甲上？他是害怕想起来还是怎么样？忘掉团是最危险的事情。好，这边有沙夫大量枪兵从中间过来，简称中间进来了啊，中间进来了。好，这有大量的冲车想要顶爆朝鲜跟亚美尼亚这边的阵地，但这边冲车数量只有八台哦。这边稍微出一些骑兵出来反击，或是箭友往外挡下，应该是能防守住。这波冲锋打的亚美尼亚有点措手不及，战锤兵这边再稍微反击回去。好，这边有更多的 Hera 的游侠过来解救一下上方的贸易线被控的问题。不过地已经是不是半死人了，后方的火炮终于被 Hera 给抓掉，这里有出现防守漏洞，火炮全部收光，可以减缓左边的进攻的动能哦。哇，这名动能看起来是要被停下来。Viper 补了更多的枪兵，但后方被冲车顶的关系哦，所以有一些兵力开始回防。好，终于解掉这边冲车的问题。这边朝鲜的这个四级跑的位置有够特别，跑斜的，这应该是最远距离，他们现在能跑的最远距离。别人贪婪，我恐惧。他够贪婪。好，游侠直接骑上来。哇，这里游侠一骑，你要确定欸 Hera。 好，后面火炮直冲，但后面剑兵勇士有点多。哇，这边大型箭塔直接输出，这边大量兵棍有机会吗？好像没机会，剑勇太多，还有枪兵。哇，火炮直接打一发，大量战矛直接倒地。血的在下方已开始用战锤兵加巨头开始慢慢反推了回去了，下方的反推问题依旧没有解决，血的这边打得非常漂亮，把波兰的特性打好打满了。战锤兵是非常好用的一个阵地战单位哦。那有时候搭配一些强弩在后面哦，解对方的强弩或是剑兵勇士之类的，会更好打一点。但不知道为什么沙夫人坚持不转剑勇，这一点我觉得蛮纳闷的。好，连战锤兵正面突破，好像有料。我们这里的大量游侠出来，
好，后面赶快去搜巨型虫 C， 红车要过来了，战锤兵回防一下。好，巨头还是被收掉，后面这里赶快再回守一下，游侠数量有点多，战锤兵有点溃不成军。好，但阵地战又被打退回来，所以3v3非常激烈。刀特在后面开始慢慢浓了起来，聪明树来到了57村，还有偷跑贸易车队转出了一些战矛兵帮忙挡一下。好，而且还在城堡赛战矛兵呢。那 Viper 他们这边确定是少一家的关系，所以只要道特他们这边拖的时间越久，对 Viper 他们就越不利。好，一定要赶快往前推，才有可能打赢这场比赛。好，这边猫球队又再次受到了 Viper 的枪兵跟复合弓箭手的袭击，但复合弓箭手也遇到战矛兵，只能选择撤退。这边大量的贸易车队直接被剑勇砍烂。好，这里再补一根大型箭塔，这边四级又要再第一次了吧？完了！这边贸易车队死伤惨重，超多货物都掉到地上了，全部都翻车了。完了 ，BBQ 了。好，那目前看到火炮伤害已经来到了47个、48个、51个单位了，哇！好，火炮的 KD 非常优秀，一个火炮抵10个单位。好，这边城堡拿下来的话，这边控制可以控制的更好。哇，突然这次又使用大量的战锤兵突然吹出去了，哇！开始把这个阵地拿了起来。波兰这边血的是转出了火炮塔，但是要控住下方的防御。喂，这边是刚刚卡住的关系哦，全部滴一下。啊，好，佩拉又派了更多游侠来支援前线。好，但是佩拉这边已经打出了 GG， 最后是由 Viper、Shade 还有这位331啊，这个朝鲜玩得非常漂亮。超多的大型箭塔，阵地战一路升差，到了这个贸易线，只要能喷出贸易线哦，这个游戏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啊。因为你要重新再起贸易线的话，黄金会断一步啊。那你断了一些黄金的话，你势必前线的兵就会少，前线的兵少的话，就会一直被推进来，一直被推进来之后，再也没有更好的贸易线了。贸易线的黄金只会越来越少，反正对手的黄金是越来越多的啊。血的这边用战锤兵夹住这面的战场，我是觉得相当精彩的。但我觉得朝鲜也做得很好，插了非常多的大型箭塔防守一下贸易线，也帮血的防守的压力变得小了一点。而且再搭配这些战锤兵破甲的效果，让这些大型箭塔的防守效能会变得更好一些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。经济的部分是由朝鲜拿到资源上的胜利哦。哇靠，资源拿到117000，但 Viper 只输了100多资源而已哦。哇 ，Viper 也是前面跟道特打了7749天，居然经济还可以飙起来，这就是世界最浓的冠军啊！世界最浓冠军就是 Viper 啊，太扯啊 ！KD 稍微看一下就好。哇，朝鲜 5.26 大型箭塔阵地战强无敌啊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喽。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下订阅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